昨天开了一个5斤的寂寞，今天这个是8斤，咱看能开出几房肉出来。今天肯定不像比昨天那么 low 了。哇，熟透了好像。这也太熟了吧。这是一个空的。看了1房、2房、3房、4房，有一房空的。总共开了4房肉，先来一大块。服务员，这菜才是榴莲吗？这个开来还算成功吧，我天哪，就是熟太透了。好了，我不能吃太多，差不多了，这都明天吃吧，一个人吃不完那么大的。